很荣幸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台达电我们公司面向整个世界的这个布局。其实我们全球化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说是走得很早啊。最早我们做 ODM 就做的都是这些大客户的生意，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台湾，然后跟这些客户往来。我们整个公司的经营使命，节能环保爱地球。那这个节能这一块一直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重心，所以我们对这个 energy efficiency 这边的发展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领域。那原本都是做一些所谓高效能转换的这些元器件，那慢慢的因为这个市占率非常高，所以我们走上整个的 indoor 的这些 energy management 的这个 system。好，实际上在系统面来看的话，好，虽然元器件的这个能效很高，可是在系统面来说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浪费。而且这个系统其实based on人的需求。好，所以当然我们要因应这个整个全球这个暖化的议题 ,CO2 的排放，所以我们的生活也会跟着持续改变。那另外我们也走向这个所谓这个微电网这边的整个能效的管理这些方案，那还是一样我们面对的还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市场。好，那我今天从三个构面来看我们整个全球的这些布局。最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研发的部分。那另外我还会谈生产布局和业务布局。好，研发部分我们1989年其实就在维吉尼亚这个理工大学这边成立了第一个的台达这个电力电子的实验室。好，那时候的考量就是这个新技术的来源。好，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在电源供应器这边其实技术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早年就到那边去。那整个跟这些高校，所以研发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技术的来源，跟这些高校合作，跟这些研发的单位合作。那当然另外也希望从这边吸纳一些顶尖的这些技术的人才。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研发布局就越来越多从客户的需求面，从各全球，我们因为产品线也多，牵涉到这些技术也非常广，所以很多的这些大学有好的人才，有好的技术，我们都在很多大学成立这个所谓 corporate 的这个联合实验室。然后后面更复杂的是又有并购，所以就很多的这些研发的据点就陆续上来，从台湾到大陆，然后到东南亚，然后欧洲、美洲，这个据点越来越多。那这几年我们反而是在做这些研发的据点的整并。好，因为我们发现要把这些研发做好，其实它是有很多周边的这些配套措施，要有好的单位去服务他们，要有这种所谓的应用的场域。所谓应用场域，那就要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研发的这种能量一起合作，然后要有实验室。所以我们这几年反而是在做这个整并。好，我们希望这些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研发中心，它要具规模，然后要有好的这些设备，这些应用场域的这些投资。那当然它也希望它能够靠近我们在 global 的这些 operation。好，因为研发人员他们需要用很多的工具、软体这个网路这些很多的这些东西都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好，那接下来是生产布局。我们生产布局以往从台湾出去主要都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在泰国这边。好，那这种在亚洲的这种生产基地都是比较集中式的，非常的大的这种生产基地，那里面的资源非常齐全。好，所有东西这个运作的就是各个方选这边整个运作能力要很强。那我们也靠并购在印度，在这个斯洛伐克这边也有新的这个所谓生产的这个据点。好，那以往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那所以这个是靠并购来的。那由于整个中美贸易的关系哈，这个整个全球这个区域化的问题，我们就在19年以后做了比较大的转变。那个时候我们并购了泰国的泰达电子，然后把泰国的这个研发基地整个把它吃下来，然后大速的扩张。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年泰国这边的营收大概就是1 billion。那现在到现在的话，泰国今天已经是5 billion 的这个制造地哈。那所以也由于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营收的成长，所以陆续一直都在扩充我们这个生产的基地。那这些生产基地除了中国大陆还是我们很重要一个地区以外，那泰国、印度还有斯洛伐克这边我们也一直在扩充，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基地就是在美洲，好，这边我们会在Plano 就是德州这边我们会有一个大的这个生产的基地哈。那这些生产基地就是要为了应付整个区域经济的这些需求。那生产除了在亚洲这边所谓的集中式的生产，如果到欧美去，它那个整个生产模式就要改变了，因为那边的包含这个非常 hard work 这个员工，大概没有办法像亚洲这样。那另外成本非常的高，那些技术因为在工厂里面function非常的多，是一个合作性的，那我们在欧美afford 不起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整个的这个数位化哈，自动化这个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好，那如何做这些分散式制造？我们从2015年那个时候在公司内部其实就已经看到将来这个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推整个的自动化、智能化哈，那在做这些的布局。那我们希望的是说到海外的这些所谓的分散式的这些制造的基地呢，它整个都是数位化的，好，它只要有现场工厂内部现场 maintain 线的这些人的这个能力，那其他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在亚洲这边就都把它准备好。好，那这里面整个数位化要做得非常好，里面整个生产的履历啦，生产的配方，好，每一个机台，我们因为自己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所以大部分我们自己用的机台大概70-80%都是自己去开发然后自己生产的。好，那些机台里面的参数还有整个里面的资料的分析，好，设备的这些管理，那甚至于是 Dual Twin 的这些能力，我们这些年就一直在建制。那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产品啊，那这个产品目前主要还是自己在用，我们叫一个 Line Manager， 它其实是一个电脑系统，那它里面就储存了我刚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数据，好，然后它用一个结构化的方式呢，就是等于是这条生产线的大脑，我们以前是把生产线移到海外去。然后虽然去帮他架线，可是过一段时间你去看那个生产线，它的 run 起来的效率啦或者品质啦，其实跟所谓集中生产这边它是有落差的。好，因为人的经验的关系，因为整个当地资源的这个搭配跟亚洲这种集中式生产是不一样。那这个一直是我们的困扰，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硬体架了，可是软体的话要累积在人的脑袋里面，要累积在那当地的那个团队的身上，那这些的东西就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做分散式制造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说没有办法解决。那所以最近我们这两年开发了这个 Line Manager 这个系统，就是要把我们所有在这个产线上面的所有的数据知识，好，还有它的这个这些东西把它数位化，好，然后让这台电脑可以去控制这个产线，包含它要换线，它换线的时候它自动的这些
机器它的参数就会跟着改变。好，那我们可以远端的去跟这个电脑去做互动，然后去可以看它里面的这些数据，可以去做分析，甚至于远端可以去做调控。好，这是我们要走到所谓的分散式制造、全球化制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另外我们谈业务面，业务面主要我们原来做的都是这个跟电子零组件哈、哦，这个 Polytronic 这边相关的这些元器件。那要走到所谓 System Solution， 那时候我们定了几个目标，在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事业单位的大的重组哈、哦，那针对的就是电动车。中针对的是自动化，好，这边自动化我们谈的是工业自动化跟楼宇自动化，还有是 infrastructure 这边，我们针对的是资通讯的这个基础建设，还有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微电网，好，这个整个业务范畴我们做了一个大的变动，那以期望用我们原来在电力电子这边的这个能力哈，然后慢慢走向。这个系统的产品慢慢走向这个solution。那一样以往的 ODM 跟后面做的这所谓的 branded product， 我们叫 OBM， 跟最后要走到这个 solution， 它的这个 core competency 也不一样 ，business model 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些年，我们在这个业务这边就发生了蛮大的变化。好，整个不管在 corporate， 在 BUBG 端或者在 region 哈，那我们这边都一直持续的在加强这些能力的投资，所以前面刚才李老师谈的前面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在 GSA 这边的花费啊，就是逐年那个比例都是越来越高哈，那么投资人每次都在 question 这一块，可是因为这个领域非常的大，那这个投资是投资不完的。好，真正的瓶颈还是在人才啦。好，然后有足够好的人才，然后慢慢把这些能力，好，把这些系统流程，好，把它呢慢慢建立起来，然后让我们的业务好能够持续发展。那我们的这些业务的单位，我们整个组织都是 matrix 的组织，所以我们现在有七个 region， 八个 BG。那刚才我们8BG 那边这个电源零组件占了三个，然后一个是电动车，那工业自动化、楼宇自动化，还有就是ICT 跟这个 microgrid 这八个 BG， 我们有七个 region， 好、哦，包括台湾、哦、中国大陆、北亚、好、哦、韩国跟日本，那东南亚、中南半岛这边一直到这些中南亚这边的这些岛国，还有包含这个澳洲跟纽西兰，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印度，好，一个是 EMEA， 一个是美洲，好，我们现在分成七个领域。那我们是一个 matrix 的组织，好，所以各个单位都是互相有很多的这个 integrate 一起来做生意哈。那走到 solution 就更不一样了哈，因为它是整个是一个当地化的这个事业，好，当地化的这个的 business， 所以region 这边的能力，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强 region 能力。以前 region 只有 sales， 只有这个FAE 哈，或一些工程人员陪对客户提供这个 service。那现在如果要做这个 solution 的话，我们在 region 这边有五个 business 的 platform。好，包含我刚刚谈的电动车、工业自动化、楼宇自动化，还有就是 ICT 跟那个energy infra 这五个平台。那这五个平台，他们必须具备从策略面，好，从它的产品的计划到domain 的 knowledge， 好，到这个 customer 的开发跟 maintain， 好，还有。大部分很多都是透过 ecosystem 在对应客户，所以 partner 这边也变成一个很重要议题。那当然 delivery， 好，最后这个整个 service， 这个的能力是远大于以往我们的能力。所以 either 在这边我们现在都还花很多的这个
在持续的建制中。好，那整个这个全球化的议题，其实让我们有很多新的机会啦，也有很多新的学习。那我们也持续在这边持续的发展投资。好，那我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这个大概跟各位分享，谢谢。